的名字叫 Sylvia。首先要谢谢我的上线罗伟芳带我进入爱康，也更感谢我的上线 Alice Day 一直支持我跟鼓励我。我进入爱康差不多有一年，但是我一路来都是没有从事这个行业。但是我的上线，当我进入爱康第一个月起，我的上线 Alice Day 一直在身边鼓励我，他要我进入这个爱康从事这个行业，但是我都是不理会他。直到今年的三月份，我遇见我一个朋友，他的一句话影响了我，影响了我去改变我自己。他说：“你怎么会变成这么胖？”因为那一句话，我回到家，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，很伤心。我当时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 Alice Day。第二天我就约了 Alice Day 出来诉苦。Alice Day 一直在身边鼓励我，你要勇敢面对。当天我就购买了 Dr. Diet 的被套，努力瘦身。那个月起，我就很努力的喝 Dr. Diet 和服用 EB， 效果真的很惊人。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，我总共减了9个 kg。9个 kg， 当时我就开始穿了调整型内衣，显示到我的瘦身瘦到很有线条。就在当个月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很惊讶，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么瘦，每个人都来问我。我就跟他们分享了我是怎么瘦身的。我就不知不觉在当个月就卖了四套酒盒的 Dr. Diet， 再加上两件调整，就在 SV4 登上了一个月经理，达到8000分 SV， 拿到3200块的收入。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上线 Alice Day 一直在身边支持我，还有很感谢我那一个朋友，他的那一句话影响到我，改变自己影响别人。在我瘦身过后，改变了自己过后，也影响了我的朋友 David Law。那个月起，他就买了 Dr. Diet 减肥计划，参加了我们 Dr. Diet 的 challenge， 也在两个月里面总共减去17个 kg， 拿到爱康给的奖赏，给了3900块的奖金礼券。就借着他的故事，他瘦身成老的故事，讲故事给别人听，就在当个月也很成功。在 SB5 我又很成功的卖了很多 Dr. Diet 和一些保健产品，达到了也是8000分 SV， 总共收入是2800块。我可以很成功的介绍这个产品，是因为我肯去改变我自己，我改变我自己可以影响别人。在爱康，只要你在爱康呢，只要你肯付出信任和服用产品，只要你能，你一定可以很顺利的达到你想要的梦想。也不要自己去找借口去给自己说不能，你一定能得到你想要的梦想。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，就让我们在爱康的高峰见。 Oh yes， 谢谢。